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角色扮演。但是各位，你们不能穿自己的衣服。为了了解新朋友，大家必须要扮成其他人的角色。我们成员中的音乐友人比较多，所以我们第一个游戏就是接歌游戏，来决定你们选角的顺序。每轮会给你们一个主题，举手抢答，需要大家唱出与主题相关的歌曲，答对加一分，积分高者获得优先选择角色的机会。我们开始吧。来，第一个题，自我介绍的歌。我是女生，漂亮的女生。那这是女生吗？我是女生，小叫的女生。快看他，快看他！盯着点杨迪，我们大家。啥意思、啊？你们可没在王牌里受过那种屈辱。哎呀，算了。一大早的课全清。我偷没偷过题？没有。又来这招。偷题呀、啊、又来这出。我很丑，可是我很温柔。谁能即兴想到这些东西？我唱啥都是偷题是吧？对呀、啊、在那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群蓝精灵。不是要介绍自己吗？不是要介绍自己。后面要问他们会不会又聪明，他们小巧又灵敏。这不行，这是蓝精灵。你不但是这个歌唱的是他们小巧又精灵，硬要杠是吧？哎，行行，杨迪，我那个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啦啦，我的心，这可以啊，有沙，有沙就算啊。嗯，那我滴答滴，滴答滴，有迪啊，找自己名字。哪个滴答滴答？李玟那滴答滴，滴答滴，你要这样的话，我一堆呢。小螺号滴滴滴滴，都有滴，我滴的更多，不算。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，每个人都爱着我，有钱又有名。OK。你确定这是个歌手吗？对，自己写的。毛不易的歌，毛不易。毛毛的，但是我差点没听出来是毛毛那首歌。别管我怎么得到你的微信，通过眼中就算我的幸运。我也长得不算有多英俊，但是你的故事我都聆听，你的故事我都聆听。得唱点耳熟能详的歌。不是，我是个 rapper， 我得唱点 rap， 是不是？这算耶、yeah。那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哎，你来听听看。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算吗？哪儿啊？淡黄的长裙，蓬松的头发。可以吧？这可以吧？这可以。好，我这有，我这有。我就是一个演员。陕西话那版是吧？简单点，说话不放肆，简单点。刚跟贾玲学的，好听起来有点像评剧。你们，我就是个演员。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年少有为啊，这次。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。不算。妈呀，有我的名儿在里面啊。这个为什么不算？因为昨天晚上给你的答案里没这个字。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，杨迪的名儿都在里面，在答案之外开始发挥了，不算啊，必须按照你们给我的题。对呀、啊，有标准吗？有标准的，不算就算了。丑八怪呀、哎哎，这算，马上就算了，我都还没唱完呢。我唱的他心碎，歌手行了吧？不行，太难了。我是隔壁的泰山，抓住爱情的藤蔓，听我说。不算，泰山嘛，山东。我其实会一首雪村的歌，唱山东的，你想学不？雪村的山东，山东出好汉的地方，你唱一下。山东，要自信点儿。
山东的那个土豪汉，土豪汉的地方，弄根葱，弄根葱，弄头蒜，弄头蒜，咱们喝他两盅。有这歌，有这歌，真有这歌啊！真的山，这首歌叫《山东出好汉》，雪村的歌。你来来，你那个可以。我知道这歌的词儿。他想唱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咱俩一起唱吧，咱俩一起唱吧。预备，我。我是一只来自北方。作为音乐人，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唱歌跑调。不是不是，我不跑调，但是就是那调怎么再唱一下？我是一只，我是一个小小的石头，深深埋在泥土之中。不对，不是这歌，这绝对不是。跟你挺有年代感的。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来。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。来来来，就这歌了，就这歌了，完了。没唱，你没唱不行。来，你举个手，我的家在东北也行啊。我就这小二郎嘛。那你唱唱唱。可以。小要么小二郎，小二郎。我中间为什么拉了一下二胡？小要么小二郎，必须得知道我从东北来的吧，要不然不算呢。小要么小二郎。哎，这个确实很适合我。带乐器，有郎，对，二郎嘛，二郎。对，给分。哎 ，Thank you。周深，赶紧来一个。小小少年。不行。小小草算吗？为什么？我小小小鸟。不是。百里鸟算吗？不是。飞鸟和鱼算吗？不行。哦，鱼也不算。就是我唱的都不算。必须要落到自己，我是什么？我。唱不上来无所谓，但是在这一轮里，周深已经把脸丢尽了。本来其实还好，你这么一说，你这么一总结，脸往哪儿挂呀？所以我觉得梧桐在针对你。为什么要针对我呢？不知道，而且他还不给你弄一个人形。我在节目眼中都不是个人。在这一轮里，周深已经把脸丢尽了。就是你离这个造型越来越近了呢，好吓人啊！好像头发稍稍修饰一下，头套都不用戴就。我们现在第二轮唱大海有关的歌。我感觉我的词汇量啊，我也应该跟你坐这边，我跟老。你为什么要坐到旁边去呢？因为我的词汇量我。太多，大海的歌。海浪无声，强夜幕深深。不算。就是了吧？你为什么要打断他？刚才他好像有点唱不上去。是吗？没有。起高了。这算了吧，唱出来。海浪无声，将夜幕深深淹没。这是我的大鱼啊，哥哥们，算给点面子。哎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海鸥，海鸥，我们的朋友，算了吧。海鸥算吗？海鸥还不算，它都叫海鸥了。熊导演，你做个人吧。周深骂人了。海鸥都跟海没关系了。海是长湖边的吗？真的是。像一颗海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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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随风飘摇。海鸥都没算，海草也算不了。海草算了，海鸥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尝尝小海螺弟弟的劲儿。错了错了。小螺号弟弟的吹。那个大海在哪儿呢？海在哪儿呢？小螺嘛。小螺。啊，螺地球的小螺。而且现抄我刚刚的歌。还有小螺号弟弟的吹。唱过了。海鸥进来展翅飞。后面有海。第二句也算吗？你刚才唱没算是吧？弟弟，你被哥哥套路了。
偷人家的歌吧，得偷全，知道吧？军港的夜啊，静悄悄。军港在海边嘛，这个解释虽然。那么海来来来。海浪你轻轻地吹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腰子算了吧。你是不是想唱这句？我想捡漏。捡漏。我从你的眼神里面读到了。坏人坏人。杨迪，这次绝对算。神神太平，神神太平洋的神神伤心。太平洋不算海，太平洋不是海，太平洋算算算。我有这个，我有。大海呀、啊、大海，就像爸爸一样。快，我一个都没有。李姐，大海，你不懂吗？他会飙山。他唱的是西湖，哎，怎么了？有没有海吗？不行。法海，我不了。需要你，我是一只鱼，就算了吧。不算。鱼啊，鱼在河鱼，你那是。杨，我通过这首歌的意境，感觉它是河鱼。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，对了，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啊，可以。我发现我运，哎，我怎么运气这么好？我再坐回去，还是周深的海，关于海的好像多一点。坐我这儿发现我没啥海的歌，好像你只有上一题的答案。鲨鱼啊，鲸鱼，快点。要不能做回来的原因是，快想一个。海马没有这歌，我真唱了。海参呢？海参没有啊。海燕是个人。海参巧遇，海参啊。这个算吗？海燕呐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他说没有了，什么找字儿没了。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，擦干泪不要问，至少我们还有梦。干啥呢？他在找孩子。干啥呢？我们陪你在这儿捋呢。年少的我，仅剩一个人在海边。有，在头上。有。有吧？这个有吧？等于我一坐过来，你就有。啊，有了。然后我一坐过来，你就没了。我是真没有。要妹妹，你坐船。啊。跟海一点。哎，这周深。爱海吗？周深总算回报我一个。小妹妹，你坐船头。哥哥，我在海上。海上走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太损了，这个。哥哥，这家伙该捕鱼的了，在海上走。原来人是纤夫，现在成叉鱼的了。哥哥，我在海上走。海神。不是，我唱到这儿的时候，我也发现好不对。一点海没有。哎嗨哎嗨嗨哟，大棉袄的二棉裤，里面能不能裹着布？等一下，行不行？我想听一下总导演，不会觉得这个算吧？这不算，来给最后一个机会，谁来？我来。啊，是吧？三亚那个欢迎来到天涯海角来。哎，这行。哎，我问一下，刚才那个哥哥在海上走，那个是什么歌？啊、我想那有船嘛，但后面没想唱是河边。这个应该算的，这个应该算。超算了。你好棒啊！这道题对我来说太轻松了，就像喝的畅青一样轻松。哇，好想像你一样。能感受到。怎么感受到？能感受到。最后一个题哈、啊，就描述对方的歌。描述对方。描述朋友是吗？你好毒，嘟。可以，晨晨。小酒窝长睫毛。哎呦，真的是，干嘛呀？说你杨迪哥哥。
我温柔。小冤家，你干嘛像个傻瓜？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觉得。你干嘛？朋友比恋人还懂得倾听。对谁唱？你得有针对性，啊。当然啦，我们是唱听二人组。还有吗？为你弹奏肖邦的夜曲。哎呦，好，这个好，好，好，好。直接一点，郎朗。朋友啊，朋友，朋友的歌一大堆，来点，来点。你不先来，你先来，先来。你来点吧，不然你看我那服装，你不害怕吗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规矩是要穿着这个演奏一场钢琴音乐会。那完了，那完了，那完了。所以你努力努力，给自己加分。你现在最怕的也就是我那声了，对吧？对，你那声是。不是他最怕，谁不怕？谁不怕？不怕。谁不是？你那声这人物这么鲜明，谁见都嘚瑟。这声太吓人了。我给郎朗唱吗？啊，行，来吧。朋友啊，朋友，你可曾想起了我？好，好。你这反应现在不是让你点评，现在不是参与进来，你是主持人。我好啊，我确实好啊。好啊。贾玲姐的啊 ，Oh the single lady, Oh the single lady,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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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 这还可以，这还可以。你看人家，我在陈坤心里，小酒窝长睫毛，在你这里 ，single lady， 你伤害了我，还说不错不错。我这儿有，我这儿有。眼睛大得像铜铃，哪个眼睛大得像铜铃？动画人物呀！来，站下来。大不大？大不大？那我有一个补充的，我给郎朗的，俺们那嘎都是东北人。这是不，这是纯讲老乡的。我俩就老乡啊，东北老乡啊。那不一定是朋友啊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那比朋友还亲。不是，那大哥你是哪儿的？哪个？你是东北的不？你是东北的不？你跟沙溢哥是朋友吗？不算，老乡归老乡，朋友归朋友。对，有些老乡专坑老乡。什么相声魔术杂技？相声。小品，魔术杂技，唱给林姐是吧？哎、对评书笑话，后面这也能用。那如果是这样，还有说唱艺，说的东西南北中。去，别唱了，范丞丞不知道我们在唱什么。你看他的表情，我都不知道你们唱啥呢。你不知道吗？你在装。我当然不知道，你都上过那节目。实话原比，我想知道你在唱啥。这是一档早期的综艺节目，专门演一些相声、小品、魔术杂技，里面还有说唱、笑话。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《许愿杂谈》。来，我，天底下走来个小小的你，哦，小小的你。哥，你的歌啊，就是那种老的那种，特别老，又土，但很幽默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。哎，前几轮用过的歌能用吗？能用。是山东出好汉的地方。前几轮能用吗？很头疼。你很丑，可是你很温柔。别唱的我很丑。前几轮能用，最后再给他一分钟，还有没有最后的机会？你是我的情人，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。来来来，
朋友越你用那红红的嘴唇让我人人的香魂，但他俩不是情人。哎呀，你可不知道我俩，哎呀，咋的呢？别说了，为了点题，为了点一点尊严不要是吗？怎么那么委屈？哎，那这样的话，你真的是个 bad girl 了。You are the bad girl, bad girl。我才发现吴亦凡 bad girl。哎呦我的妈呀！那你这样的话，你可就是个 bad boy。好，就结束了，这个游戏结束了，我们那个公布一下分数。哎呦，哎呀，不会是朗朗吧？最后，哎呀，天哪！先有请第一名的哈，第一名的先选，杨迪。啊！天哪！我以为黑幕，黑幕。